哇，有网民话买储蓄保险供十年先平手，亦都有网民话拎翻要蚀40000多元。睇翻网上经纪嘅推销手法，以零风险、纯储蓄作为推销嘅字眼，又真系好似好吸引。到底点解坊间话储蓄保险呃人？究竟值唔值得供呢？即刻睇片了解储蓄保险三大特点啦！